尊敬的啊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啊，《四十八愿讲记》啊，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八十二页。 啊，我们从第二段呢、啊、看起啊。啊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啊。这个是善导大师讲的。好啊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。啊，那等于是阿弥陀佛讲的了。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，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。啊，因为众生业障太重，啊，跟他讲念佛做佛啊，他不相信，所以才讲他能相信的法门。 才说出啊，无量无边法门。啊、哦，那是对不能相信呢、啊、念佛法门的众生呢、啊、所说的。啊、哦，能相信这个法门的，是第一善根啊。啊、哦，于我法中啊，得名第一弟子啊。 啊，就像经上讲了，过去生中啊，行菩萨道，啊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，才能相信。啊，所以啊，经文上说，已成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当然。 啊，我们闻到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，啊，遇到呢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次，这遇到、啊、念佛法门呢、啊，缘分殊胜呢、啊，我们也要善用自己的心。 善用其心呢、啊，才能成就殊胜功德。啊，就像我们看到，啊，以诚供养诸如来啊，则能欢喜信此事，这是佛将因缘呢，给我们说明。啊，我们不能看到这个经文。 哎呀，我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了，啊，这个慢心反而增长起来了，哎、啊，我、啊、看到这一这一段，好、啊，这个相信这个法门呢是第一善根呢，哎、啊，反而瞧不起别人了、啊，哦，那这个就不善用心了哦。 啊、哦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！哦，那不能看到这一句经文，这个走路有风了、哎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呢，一定啊要常常能关心为要，关照自己的心念，不能用错了。 不能在稀有难逢的佛法因缘呢，还增长傲慢、增长习气呀，那真是冤大头了啊！那真是对不起自己了那真是拿自己的法身慧命啊，开玩笑了。 啊，所以师长常说啊，让我们放下贪，放下习气啊，不是让我们换对象啊，啊，入了佛门贪功德了啊，这个事都要自己做啊，别人做不高兴，嗯，啊，就好像啊这个。 大年初一啊，那第一支香啊，一定是要我插的，嗯，别人插不高兴了，嗯，那不是到佛门,門去呀、啊，搞这个，呃，好胜啊，这个好胜心、啊、在其中增长了，哦，所以我一大师交代，净胜明当中啊，啊，其中一个观心为要啊。 啊，自己的心念呢，要看清楚。哎、啊，哦，比方说我们学了之后，哎呀，我家里的人呢都没善根呢，净土法门这么好啊，他们都不相信了、啊，没善根、嗯。老和尚曾经讲过啊。 你看一切人都是佛啊，恭喜你啊，你成佛了。你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哇，你你你成菩萨了。哦，那这个法语我们以此类推啊。哎，当我们看呢，人家都没善根的时候啊，那应该我们也是没善根的。嗯。啊、哦，这个学佛啊。 哎，真的是要自我勘验检查啊、哦。不能修着修着，那自我感觉良好啊！啊，我也听一个同修说，嗯，我觉得我是啊，念念佛法门呢，根基成熟，可以得度的众生啊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？ 他说：“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”嗯，啊，结果呢，我了解到啊，啊，他平常打电动玩具都停不下来啊，三更半夜啊，隔天起不了床。<laughs> 哦，这个叫自我感觉良好啊，这个这个不能说自己感觉自己是根属的众生了、啊，就就一定成就了。 所以还要对照经典呐，啊，不然到时候修没成就了，还怪佛菩萨了。佛菩萨不灵了，佛菩萨讲的不对了。啊，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，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，啊，所以我们学这个第六品四十八愿就很重要了，啊，依四十八愿来修行。 我们有没有自性信要啊？自性啊，一心呢、啊？真心呢、啊？信没有怀疑啊？要欢喜啊？啊，最想做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所以还有哪一件事啊？ 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开啊，让我们呢难过好几天呢、啊。那我们说我们是很欢喜要往生，嗯、一心想求生呢、啊，这个靠不住了。嗯，这个没有达到信要啊、嗯。你真的一心想求生呢、啊，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、啊、不关我们的事情了。 随他去吧，哎，啊，肯听我们讲，啊，肯接受我们帮忙，我们帮忙；不肯接受，这个不能攀援呢，啊，随他去吧，啊、哦，哎，大家不要听随他去吧，啊，连本分都不尽了啊，哇，那这个呵呵这个法不能听错了，不能用错了哈。啊 随他去吧，叫叫我们放下控制，放下占有，哎、嗯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文的念佛法门啊，经上说的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的，这个第一就是要做表率呀、啊。 劝进行者啊！啊，净业三福第三福最后一句啊，劝进行者。嗯，那大家想一想啊，现在这个时代最缺什么榜样啊？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？ 啊，所以我们修行要善思维啊，啊，我们都听过老和尚说要做榜样啊，啊，我们听到这里停了，没有具体探讨在哪里做榜样啊，啊，哎，看看现在缺什么榜样，因为缺这些榜样，造成众生呢信心不足。 那谁来做榜样？请佛注事啊！啊，请谁呀、啊？你请别人，别人不答应，你是烦恼了。啊，登天难，求人难了、啊，求自己不难了、啊。 啊、哦，老和尚为什么一直赞叹海贤老和尚是吧？他木法的好榜样啊！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活到一百一十二岁啊，自在往生呢、啊！哇，那、这个多少人信心增长啊！哦，当然你看到这个榜样啊。 啊，你可不要就跑去种田了啊！<laughs> 哦，这个学佛啊，不能学到相上去，是吧？哦，你本来是高科技人才啊，你爸爸妈妈啊，给你栽培到啊，这个这个硕士、博士啊，现在出来工作了，一学佛，我要去种田了啊！你们全家炸开锅了啊！ 嗯，哦，所以要随顺自己的因缘，做榜样了。嗯，哦，那这个五十三餐呢，这各行各业，哦，可以行菩萨道啊。好、哦，礼上啊，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。 好、哦，那请教诸位忍者啊，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啊，这个正念容不容易保持住啊？啊，人家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这个动不动气呀、啊？哎，你真正在工作当中，能够不被境界转啊？ 能够随缘妙用啊，这个不简单啊。越不简单呢、啊，越缺榜样。嗯，哦，像你看，现在离婚率很高啊。我记得一九年看的一个数字啊，有些地区呀、啊。 达到七成呢、啊？超过七成呢？啊,啊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啊，啊，像我在小学服务过啊，这个父母关系不和啊，甚至是离异啊，对小孩啊内心人格的影响啊，都挺大的。哎，当他内心啊有阴影。 内心有很多啊负面情绪啊。他学佛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啊？挺有影响的。啊、哦，你看他笑啊，都很难笑得很灿烂。啊、哦，哎，虽然读了很多经典，听了很多经啊。 哎，内心这些负面的能量、情绪啊，还是挥之不去。啊，尤其缺爱啊，控制、占有欲就强了，他没安全感。哇，所以你看，李炳南老师鼓励啊，建立佛化家庭啊。哦、我是真正见到，啊，从胎教开始。 啊，父母很有共识啊。啊，这母亲很难得啊。啊硕士毕业啊，啊，那科系啊，找工作，那都是热门行业啊。啊，他跟先生商量，哦，你看，他也不强势啊。啊，我一定要这样啊，不不，不管太先生的意见。 啊，很尊重先生，商量，哎，后来先生也同意了。哦，他尽力啊，啊，陪伴孩子从胎教就开始了，的好几个孩子啊，是从胎教开始的。哇，他的孩子呢，我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呢，我看他的嘴角啊。 从来没有往下的，啊、哦！你看他嘴角往下的金元宝，掉在正中间呢，还滑掉了。嗯，啊、哦，你看嘴角往上，这个金元宝啊，哪怕哪怕掉在最旁边呢，他也滑滑下来，稳稳当当接住了。哎、嗯，啊、哦，所以迎喜神呢，迎财神呢。 啊、哦，你有喜气呀、啊，就迎得到财神。啊、哦，你没有喜气呢，财神也看到你都吓跑了。所以很有感触啊。父慈子孝啊，父母对孩子，的慈爱表现在哪？让他呢有满满的爱呀、啊。人格、身心健康啊，不匮乏。 走到学校去热心公益啊，啊，进入社会，啊，跟人相处融洽，很、啊、很愿意承担，啊，他的身心健康啊，受用一生呢、啊。哦，所以。 哎，夫妻做榜样啊，尤其是学佛的，啊人家看了欢喜啊，羡慕啊，来请教啦，为人演说啊，啊，我曾经遇过啊，啊学佛的团体啊，比较核心的。 离婚的好几对呀、啊，啊！结果后来来学的人呢，啊，可能看了一段时间了，后来通通退出啊，不敢学了。说我们没学的夫妻都没有相处的像你们这么冲突了，还离婚了。哇！假如学了你们那么久了，哇！你们大臣这些教理也能讲啊？ 结果夫妻都搞得离婚了，这个佛我们不敢学了。哎，人家真的退出了、啊，哦，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不是编出来的啊，啊、哦，况且出家人不打诳语啊什么，这个不是编出来的，这都是遇过的、啊。当然，我们听到这些例子啊，啊、哦。 不止不能受受到负面影响啊，哦，还要什么见义勇为？哎呀，我们学佛都没表好法，我来表。哎，啊、哦，而且老和尚还给我们交代过啊，你学了佛啊，家庭更不和谐啊，学错啦。 啊，就像最近啊，跟大家在探讨的一个重点呢、啊。我们今天做人进步了，请问呢，你家里人谁会反对？不会吧？好，请问你做事进步了。 你家里的人有没有人会反对？好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学佛了，那家里的人为什么反对？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啊，佛是觉啊，我们的觉展现在哪？展现在做人啊，觉悟啊，越来越懂得做人嘛，越来越懂得怎么把事做好啊。 那既然家里的人不会反对我们做人做事进步了，那咋还是反对我们学佛呢？你不把问题根根源找出来啊，没法改善啊。嗯，好。哦，而且学佛啊。 啊，老和尚教导我们有一个修学很重要的观念，叫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学佛的功夫在哪里看出来？放下，放下是功夫。放下我，我啊，我值啊。 六道轮回是我执变现出来了，我们现在了脱生死轮回，当然要在放下我执当中下功夫啊。我执再讲的具体一点，我四大烦恼就是我执啊，我见。 我们学了佛了，还是我觉得怎样怎样，啊，团体在探讨事情呢。我们一讲话呢，那个气势就是要把人家压过去，啊，我学的教理多，要把人家压过去，那这个还是我四这个四大烦恼在增长啊，哎，我发现呢，学了佛的父母啊。 跟孩子讲话停都停不下来啊！我在旁边听了都着急了，啊，当然我着急是我的问题啊、哦，我被转了，<laughs> 哦，我也得赶快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给你讲过了，多请听，怎么一开口又那么长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我也得马上观心为要啊。 哎呀，我也不能要求他。<laughs> 哦，我看到他停不下来，我心动了，那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了。哎，啊，这个学佛了。 啊，本来讲话停不下来啊，哎，慢慢的能停得下来，能请听别人说话了。说实在的，你要爱护别人啊，除非你有他心通。啊，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达不到了。<laughs> 那你没有他心通，你要帮他。 那你得了解他心里想什么啊，是吧？那你没有他心动，那你怎么了解他现在心里的状况啊？当然要倾听喽。倾听都不简单啊！啊，听个三分钟、五分钟，啊，有点那个话又逼到这儿了、啊，啊，想。 又又用道理要把它压下去了，嗯，这个是我慢呐、啊，所以我们我只有没有减少，在哪里看呢、啊？在我们处事在人接物里面呢、啊。哎，我们今天不给人家压下去了，为什么？感受到他内在呀、啊、有情绪了。 让他抒发、啊、抒发、啊，哎，你感受得到他内在有情绪，那你的我只就在这个境界、啊、减少啦。你感受别人啊，历事练心啊，哪件事啊？每天发生的都是事啊。练什么？练这个心呢、啊？放下自己越来越多了。 感受别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常举这个《礼记学记》啊，里面有一句话：“知其心，然后可以救其师；啊，然后可以长其善。” 啊，长其善是我们进一步延伸出来了。哎，您你能感受到他心的状况吗？啊，我们感受不到。啊，我见又很强，你常常让孩子啊，让家里人觉得你都误会人家。 啊，彼此的隔阂就比较大了。哦，还是让我们孩子、家人都觉得，哎呀，最理解我的就是我爸爸，嗯，就是我妈妈。哦，哦，那那这个亲子关系就不一样了。嗯、哦，所以我爱。 啊，我慢我痴，哎，自己呀、啊，对世间人事物，这个贪爱有没有减少？哦，当然也要检查，不能贪佛法，不能贪功德啊！啊，我真遇过的啊，啊，这说起来都二十六年前了、啊。 哦哦，没没那么多啊，那个，呃呃二十一二年前了。哦，有一次啊、哦，我们从道场啊去出去啊，中午吃饭呢，啊、哦，刚好有法师在啊，啊，结果吃完饭了，付钱了，三个居士啊。 要去付钱，啊，结果呢？其中有一个人呢，还挺强势的啊，把其他两个人的手啊全部按下来啊，绝对不给人家出啊，一定要他出啊。付完钱回来啊，我看另外两个人脸都臭臭的啊。<laughs> 你何不三个人一起出，皆大欢喜呢？ 是吧？你何必一定要你你说了算？<laughs> 这功德都得到我修啊！啊，这个还是不能去感受别人。嗯。哦，所以佛法重十指啊，这四大烦恼要减少啊。你看我吃。 我吃就不理智了，情绪化了。啊、哦，我们检查检查，学了佛之后啊，啊，有没有比较理智了？啊，感情用事少了，啊，情绪波动少了，这些都要自己勘验哦。 四十八院啊，我们看下一段啊。从十二院到十八院呢，是整个大院里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要特别留意。啊，陈德记得应该是二十六年前呢，有读过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呢专门对这五院呢的开解。 这个，我们再再发到群里啊！啊，假如大家手上有文字档、啊，啊，这大院核心五院呢，这黄老有开解啊，我们都可以好好来学习啊！这五院呢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如果没有十年。 毕生，就不能呢、啊、普度法界一切众生啊、哦！所以这一愿呢，十方诸佛赞叹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啊，常常有个念头，找不到答案。经上常常赞叹呢，佛是万德万能。 既然是万德万能的，啊，我就想啊，啊，如果这个人必堕阿鼻地狱，啊，佛能不能使他立刻成佛？啊，如果他能使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，佛即是万德万能的，啊，我们可以相信。 啊、哦，若说地狱众生这么重的罪啊，不可能叫他立刻成佛啊，要他慢慢修，修上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。哦，那这个有什么稀奇呢？好，啊，那师长说他曾为此事啊请教过很多法师啊。 啊、哦，法师们都说不可能呢、啊。修行要经三大阿僧祇劫，啊、哦，不可能立刻成佛。哦，所以，啊、哦，啊，对于佛的敬仰啊，打了很大的折扣。啊、哦，哎，我们有没有？ 思维过什么，或者看到什么事啊，对佛法打了很大的折扣。哦，假如有啊，要提出来探讨啊，哎，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信愿哦，哎，啊、哦，这个偶一大师净摄名善有唯一啊、哦，这个可以提出来探讨。 啊，认为经上赞叹佛啊是夸张的，不是真的。以后念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念到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才恍然大悟啊！好、哦，佛的德能是真的，五逆十恶，临终一念十念，皆得往生，不退成佛。这不就立刻？ 成佛吗？因为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了啊！往生圆正三不退了啊！而且是、啊、看到阿弥陀佛，跟着阿弥陀佛走了啊！这个我们都有听闻了啊，也有遇过了啊。虽然他病得很重。 身体很不舒服啊，啊，甚至话讲不出来了。哎，家里的人有约好了，啊，你假如见到阿弥陀佛啊，你比一个什么手势？啊，他虽然连话都讲不出来了，哎，他真见到佛了，比那个手势了。哦、啊，哦、啊啊，或者什么事啊？ 放不下，哦，这口气呀、啊、断不了，放不下。哎，遇到缘分呢、啊，劝他，哦、肯放下了。两三分钟啊，就走了。最重要就是，肯去啊。 结果他两三分钟就走了，哎，刚好，啊，有这个很认真修学的同修，嗯，就就梦到啊，哎，就真同样那个时间呢，就梦到阿弥陀佛啊，摩他的顶啊，把他接走了。 所以，阿弥陀佛真是大慈父啊，接引导师啊！你真肯去啊，他不可能不来接的。啊，我们也是见到这些事啊，啊，这个信心也越来越坚定了、啊。真的是变旧今朝成佛去啊，乐邦化主以贤耻啊。 我们这个六性啊，啊，其中一个是信他，啊，信己，再来是信他，信阿弥陀佛。四十八愿为谁发的？为我发的，不能辜负啊！哦，所以啊。 不就是立刻成佛吗？元正三不退了，好、哦，这才回想到古人讲的话，一点都没有夸张，啊，句句都是实在的，啊，佛真的是万德万能的，叫人不能不佩服，啊，佛法确实啊，不同于世间法。 啊，正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啊，如来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异愚者。所以人听佛的话不怀疑啊，这个叫信圣言量，信圣人的话，这也是善根呐、啊。 所以祖师大德跟佛都做到了啊！我们这些祖师真的都是开悟的圣僧呢。所以真的想想啊，这中国人的福报太大了。你看禅宗就出了多少开悟的圣僧呢？啊，净祖宗是三祖。 看留下多少法身舍利啊，多少教诲啊，我们肯珍惜的，那个个都成就了。祖师他们都是见性的啊，圣人啊。看六祖的话，你肯把一句放在心上啊，境界就不一样啦。 六祖说了：“若真修道人、啊，呢不见世间过。”啊，你说这句话真正受持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？别跟自己过不去了。老和尚说，最傻的人啊，就是把垃圾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。 这些法语我们都听过了，还继续傻吗？<laughs> 哎，赶快把仓库啊，不是，赶快内心清一清啊，让佛号进来啊，让乐色出去了。哎，啊我们得听话啦，这些都是圣人来教我们啦、啊。 我们不听啊，那个福报就折掉了。你看，我们中国的四大名山呢、啊，你到哪一个地区能找到那么多圣人住在这个地方？哦，你看，你到五台山去，文殊菩萨说，他必来接了。<laughs> 哦，那那文殊菩萨是不妄语啦。 嗯，好，那重点是我们看不看得懂啊？文殊菩萨，<laughs> 嗯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些祖师们呢，言语句句真实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，事实啊，确实是如此啊。 慧大师说了：“专求己过，不论人非。”专求己过啊！这孔子都说过啊！啊，这子贡在批评人，孔子说：“端木赐啊，你很贤德了吗？”啊啊，我是没有那个功夫啊，去批评别人。 夫我则不暇、啊，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都觉得时间精力不够了。真下过功夫的人，决定有这个体会。哇，调伏一个情绪别起啊！啊，那佛号得越念越多啊，不然扶不住的。啊。 哦，所以下邻居老居士说了：“学道之人呢、啊，无剪爪是暇，连剪指甲的时间都都没了，都在用功啊。老实念佛，老实依教奉行啊。啊，安有时间说闲话？哪还有时间浪费时间说八卦呢？” 哎，不知道诸位忍者啊，大家最近指甲剪了没有？<laughs> 哦，最近很用功啊！哎呀，指甲留的挺长，还没剪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是好好的状态了啊！哎，但是你不要刻意不剪啊！哎，这有点装了啊！ 哎，这学佛不要落到装去了啊、哦！哎，要装的很有修行啊，那就错了啊。嗯，那个本来的习气又掉出来了。<laughs> 哦，本来就很会装啊，人前人后不一样了。遇到佛法更严重了。<laughs> 好，哦，下一段讲了，众生所以不能立刻成佛啊。 不是佛没有方法，而是众生呢、啊、不肯接受啊！哇，那不肯接受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自助者、啊、天助啊！啊，我们自己不肯呢，再好的助缘使不上力了。啊，你要肯接受啊，真的不难。 《阿弥陀经》跟本经所讲的，都是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你需要修多久？少的一天，多的七天呢、啊，就成佛。这不假。好，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物。我们今天修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成佛啊！ 为什么不成佛？没有认真修。啊，修是修的，展开经典看一看，比对一下，不合标准。啊、不够认真呢、啊。啊，这个啊，极乐净土啊。 非悠悠善善所能治啊！那行善也是，嗯，这个这个悠悠的、慢慢的，不是很积极啊。万劫生死啊，非因循怠惰所能脱啊。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无始劫的轮回呢，我们要跳脱出去呢，不认真修啊，还搞玩弄消遣佛法，那不可能出去的。啊,啊，这两句话是，尽宗是一主啊。 醒安大师教导我们的，你看，刚刚我们提到祖师讲的这些话，都是真语者、实语者啊，都点到修行的重点了、啊。了凡先生，我想这个应该都是极乐世界再来的大菩萨了。哦，你看他的《了凡四训》，把修行的重点讲得很透彻啊。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，耽搁一生呢、啊。根性都不错的，挺聪慧的，啊，为什么没成就？因循苟且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得认真修啊，不能因循呢。 哎，那我们进一步思维了，不能因循。哪些不能因循呢？父母最不放心我们的那个习气，那个习惯要改。从小就一直提醒我们了，我们还没改，那那是英雄了。 修行是修正行为啊！啊，父母老师最不放心我们的，要从这里改起啊！哎，我们学大乘佛法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了，哎，连父母在操心我们，我们都不放在心上，那我们怎么度众生呢、啊？我们不害众生，就阿弥陀佛啦！ 修行首先要让父母、老师安心呢，啊，这才是爱自己的父母、老师具体的表现嘛。这个爱不能挂在嘴上啊，心行一如啊，你有那个心，你一定有行为的。 哦，所以，要比对一下，啊，不合标准，哦、啊，毛病啊，就出在这里。因为啊，对于这个世间呢、啊，还留恋，还舍不得，那怎么能去得了？哦，你看，祖师又说了，娑婆有一爱之不亲呢、啊。 临终被慈爱所牵，啊，甚多爱护啊，怎么还能对人事物的贪爱增加呢？不行，一定要让它减少。啊，你看，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呀、啊，啊，大家每隔一段时间都重听一遍呢、啊，啊，或者就把它听透，嗯。 好好听个十遍，善学佛法啊，与传统文化。老人家知道我们要善听，不要听偏了、啊。哦，你这个啊，性情上就很容易固执己见的。 你一听就执着在自己的认知里面所以要善听啊，善思维，善言善行，你看这个善思维啊，也要用在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要善善于思维。 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祖师说了：“说婆有一爱之不清，临终被此爱所牵呢。”那你真正善思维的人，就要问自己啦：“哎，我还有哪些人事物放不下？想得到的，赶快下功夫啊，对治了，慢慢放啊。” 你不能又起个念头了，哎呀，这个挺难的，明年再说吧，以后再说吧。那往往啊，一天拖一天，一年拖一年，都没下这个功夫了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 哎，自己想了，好像想不到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或者有想到一些，有些没想到的，只要我们警觉性高了，因为我们听了这句话了，哎、我的心会动啊，就是我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，我才会动，不然我为什么动？ 你说我我生气了，一定有不顺你的意思，你才生气了。所以一定有贪呢，啊，希望对方怎么样，贪求了，贪不到，才能情态所以啊，当我们今天起情绪了，铁定我们有贪啊。这个就可以借由啊发生的事情啊。 更了解到自己还在留恋哪些人事物，贪求哪些人事物，检查到了，下功夫啊，发现自己过失，立刻就痛改啊，嗯留恋这些东西。 那是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错失掉了。哎，有放不下的事啊，就要想想《金刚经》上的教诲啊。所以佛陀讲《金刚经》讲了二十二年了，啊，讲讲般若二十二年，《金刚经》是般若的精华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黄令老讲经的时候说了，啊，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吹那个肥皂泡啊，啊，一吹，没几秒钟啊，砰，破了，那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。 啊、哦，我看下去啊，诸位忍者啊，我们都是进入秋天或者冬天的人啊，是吧？啊，白驹过隙呀、啊，啊，我们已经过一半多了嘞，哎、嗯，真的很快就砰，这一生就结束了。 那还在留恋着世间这些人事物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那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啊，靠不住啦、啊！这警觉性要高啊！时日已过，命易水减了。念着这个的时候，也要提醒提醒，还有什么放不下？ 虽然我们，啊，家庭工作上有责任，啊，我们是用真心去做，不是用牵挂的心去做，啊，真心尽心尽力，但是呢，不牵挂，啊，每一天当最后一天。 啊、哦，所以，啊，这个比方啊，我们假如有房子啊，啊，银行有存点钱呢、啊，啊，每天最后一天呢，啊、哦，赶快要写一下啊，哎，这个随时啊，啊，这个都不牵挂了，哎，哎，人不这么样练呢、啊。 很容易牵挂，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啊，太会操心了呵呵。要练了，每天最后一天，做完就放下了，啊、哦，不要担心来担心去的。事情可以多啊，在心上，啊、哦，不能。 忧虑牵挂，嗯，来了就应，啊，就像夏联老说的：“处事时豁然而大公，大公无私去处理事就对了。物来而顺应，事已过，物流去，啊，过去的事检讨完了，不要再一直啊萦绕在心中，耿耿于怀，啊，还会懊恼。” 这个都不好。过去心不可得，《那金刚经》挺好啊、哦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那担忧未来啊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烦恼了，烦恼就这三种啊：过去烦恼、未来烦恼，还有现在烦恼。 现在面对这个人事境缘，心中升起了对立了，人我是非了，这就是现在烦恼了。啊，我们修行人警觉性高啊，立事练心啊，就在这个事的当下要练，不要每一次都，哎呀，我考试又没过关了，啊、哦，都放马后炮。 嗯，当下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啊。其实我们起了这个是非人我、啊，你比较敏锐一点呢、啊，你的身心就不安了、啊。哦，所以《心经》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己自不自在呀、啊。 啊，观自己当下安不安，随处安闲。啊，身心不安呢、啊，就很紧绷了。啊，就是念头不对了，身心就紧绷了。 若计较人我，这就是现在烦恼；我沾顾得失，有得失心了，啊，做这一件事，啊患得患失，要马上一起这个念头。阿弥陀佛啊！念佛即是自心现啊，不能让它相续了。哦，圣皇之分。 在乎一念啊，而这一念能常常能赶紧提起来啊，那是平常就在下功夫了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啊，这个意思临终是一时，用在一时啊。还有呢，你平常境界还没有来的时候。 老实念佛啊，哦，那你的心就比较没有波动了、啊。你假如平常心里就很多烦心的事啊，你真正境界来了，不止不容易关照啊，很容易发火啊，因为燥嘛，啊，燥就容易火就烧起来。 嗯，啊，假如还没有人事净缘来，哦，我们若要佛不离口，先须珠不离手啊、哦！这个佛号不中断，要下这个功夫啊，不能让黄念祖老居士的苦心白费啊！他老人家修行这么高。 往生前每一天十四万生呢、啊，表演给谁看的、啊？表演给我看的，啊，不能说表演给我们看的，那个味道不如表演给我看的浓啊。 直下承担呢、啊？这句话讲给我听的。这个表演为我的，我不能辜负啊！我要直下承担呢、啊，直下去效法啊、哦！当然一开始不能太猛。 啊，针对你家庭状况、工作状况啊，总要越念越多啊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的啊！啊,啊，我们每一年有两个时段啊啊，农历四月一号到四月十五号啊啊啊，还有十二月一号到十二月十五号哦，这两个时段。 好好修行，功德啊，增加十万倍。哦，哎，那个一第一天、第二天，哇，念着两三万声佛号有啊，有这个经验呢、啊。奇怪了，我们有时候可以两三万，有时候连两千都念不到。这其中差别在哪？我们得自己去检查检查了。时间多。 流到哪些地方去了？总结总结走过来的路啊，这就是觉啊。总不能稀里糊涂都,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，那那就不是学学佛了。学佛是学觉呀、啊，觉在哪里表现？ 清楚自己的状况，要面对境界清楚，才是觉悟的表现嘛。好、哦哦，所以现在烦恼一察觉了，赶紧调伏啊，不能计较人我。 不能沾顾得失，不能基于义气。义气用事这个词我们很熟哈、哦。大家能不能感觉到义气上来的时候，自己的身心状态是吧？哇、哦，那身心没有自在了啊！哎，肌肉都是紧绷的。 嗯，哎，那是强势快上来了，<laughs> 哦，你假如注意到别人的表情啊，哎，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强势出来了，<laughs> 哎，啊，迁于感情，那感情一起作用啊，烦恼就来了，感情用事。 你就会这个举棋不定啊，就会这个，哎呀，反正就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啊，那个那个都都迁于感情，基于意气都都有关了，这都是现在烦恼啊。安住当下啊，不能让现在烦恼做主了。 好，哦，所以这一句啊，对于这个世间还留恋啊，这叫师傅领进门啊，那修行要靠我们个人自己去勘验啊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在、啊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啊，看到宋朝的盈科法师啊。 念佛三天往生，证明的经上讲的，一日到七日啊，没错。他是一位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破破戒，造作罪业。但他有一个好处啊，深信因果报应。 这就是很重要的善根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因为他信因果啊，他有恐怖心啊，他不想堕三恶道啊，啊、哦，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啊，必堕地狱啊，就生大恐怖，请教同参道友啊，有没有救？ 同山道友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啊，他看了、啊、痛哭流涕啊，有很深的感动啊！啊，我们看到那净土圣贤录那些故事啊、哦，内心也是真正受到很大的鼓舞啊！哦，所以《往生传》。 多看呐、啊，《往生传》看完之后啊，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他把疗房关起来，不睡觉，不吃饭，不喝水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他拼命念了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 阿弥陀佛告诉他：“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好好的修行啊，到临命终时啊，佛来接应你。哦”啊，格法师啊，很难得，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说：“啊，我的劣根性很重啊，经不起诱惑。这十年呢、啊，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呢、啊。” 受诱惑又不晓得得造多少罪业啊！恐怕将来往生靠不住，十年寿命啊，我不要了。这是有自知之明啊！现在我就跟你走。阿弥陀佛听了他的话，也就点头同意。 哦，阿弥陀佛满众生的愿呢、啊哦，说好，那我三天以后啊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啊，盈科法师啊就答应了。当然了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啊，啊，为什么三天之后来接啊？ 假如不三天之后接就接走了，人家房门一打开，哇！英科法师饿死了，<laughs> 那那不止没有成为榜样了，变成流弊了。哎，哦，所以阿弥陀有智慧哈、啊，方方面面考虑到，阿弥陀没有感情用事啊，赶快赶快接了。 哎哎、嗯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啊，哎，考虑事情啊，要做到啊！啊，他把疗房门打开，兴高采烈啊，向全市大众宣布：三天之后啊，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。啊，市里的人都认为他发神经啊！哦，当然了、啊，我们也别起这种念头。 <laughs> 哦，你听到人家说要往生了，你觉得他修的不怎么样？我们也不要觉得他发神经啊、哦，总要用纯净纯善的心待人就好了。啊 <laughs>、哦，这样一个恶人呢，怎么可能三天往生？啊，我们不把人家的恶放在心上啊。 好在三天的时间不长啊，大家等着瞧了，等着看他三天之后往不往生。到第三天了、啊，他洗了澡，换了新衣服啊。早课的时候，要求大众啊不照平常的早课，啊念阿弥陀佛，啊念阿弥陀经，念佛，送他往生。啊，他没有生病。 跟大众一起克颂。经念完了，啊佛号啊，再念了十几声，他就告诉大众啊：“阿弥陀佛来接引了我了。”所以啊，这个感应啊，你一接通了，很快了。我现在啊，要跟他去了。 说完了，他就走了，没有病，三天啊，是历史上啊啊记载宋朝的事啊，我们看了听了，也许不相信啊，恐怕是古人编造的，现在人疑心重啊啊，这老和尚慈悲啊，还讲讲的时候都。 古今中外啊，让我们有信心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接下来这个啊，一九八八年啊，首都啊，美国首都华府，周广大先生，哇，你看这个例子，临终前三天念佛往才求念佛往生。 他得的病是血癌啊，医生放弃治疗。家里的人慌了，家里没有一个是信仰宗教的。啊，一家人在华府啊开了一面包店。此时家人呢、啊、才到处求神求佛，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啊，也算他运气好啊，因缘殊胜。 遇到华府佛教会一位啊，龚振华居士。龚居士啊，是念佛最虔诚的人。哦，他真修哦，哎，佛菩萨会加持他去利益众生喽、哦。哎，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哦。他专修净土啊，讲话心直口快。 容易得罪人啊！直性是道场啊！这个周先生碰到这么一个人啊。龚居士一看他的病不可能好了，所以直截了当啊，劝他不要求病好了啊！人在世间太苦啊，你好了以后还不是一样更苦，有什么意义？ 不如往生呢、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里去做佛、做菩萨，回来再度你的家庭眷属。哎，这些话都很重要哦。啊，哎、这么劝他呢，他对啊，家庭眷属这些情执啊，能够转化，转成一种动力了。你再回来接引他们呢、啊，度他们呢、啊。 啊，周广大一听啊，很有道理、啊，立刻就相信，就接受，要求他的太太、儿女、啊、都帮助他念佛，求往生净土，不求病好。这一个决心下的正确啊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佛教会的同修啊，也有几位前去帮他助念。 三天三夜佛号都没有停止，念到第二天呢，见到地藏菩萨来了。呀，这佛菩萨感应真实不虚啊！他还说出菩萨的样子，因为他没学佛啊，就就这三天念佛啊。大家听他讲的样子是地藏菩萨。啊，哎，龚居士很难得，立刻提醒他。 不管什么样的佛菩萨、什么人，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决定不可以去。啊、哦，应该介绍的他那一尊阿弥陀佛像，就,就这一尊来了，你再跟他去。啊、哦，这一句非常重要啊、哦！他回过来啊，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了没多久啊，地藏菩萨不见了。 念到第三天呢、啊，他说：“西方三圣，啊，阿弥陀佛、观音、势至啊，从云端下面呢、啊，接引他往生了。”啊，这是现代人呢、啊，还是在美国啊？啊，真正是稀有的因缘啊！周先生一先一生呢、啊，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。 啊，临终才遇到龚居士，走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真的往生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念佛法门是实在稀有殊胜，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啊，都是真实的，绝对不能看作劝善的善书啊，更不能当小说看啊。 那你就错过了此一稀有机缘了。好，好，呃，啊，这个讲到这里啊，我们是信心增长之外啊，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啊，今天我们有一段强调啊，佛法教我们。 放下习气，放下是功夫啊！啊，你不能遇到佛法了，在这个缘分当中啊，增长贪，增长慢，增长习气。哦，比方说啊，我们本来这个性格啊，就是特别冲动的。 那你就要调伏这个性格，你不要今天听银科法师三天，哇，这一堂课一结束啊，门关起来，不吃不喝啊，哇，然后你家里人担心的要死呢，开始这个想一下，他怎么变成这样？哦，刚刚好像几点的时候听陈德法师讲经啊。 啊，啊、哦，哇，陈德华是是凶手，<laughs> 哦，你本来就那种劲一来啊，谁也拦不住你啊。结果念了三天，啊，佛没来啊，身体搞坏了，<laughs> 念到胃痛了啊，哎，我那到到时候。 这个，所以我得先讲个前头啊，讲点前头。重点在精进不懈啊，不要再只在这个相上，一定要这么拼啊，拼到不吃不喝，哎，我给大家举个实例啊啊，有一个同修啊。 真的不吃不喝了，我就要往生了。念了几天呢、啊，旁边的人都担心了、啊。哦，结果呢，担心的人啊，写信问老和尚，能不能继续这样念下去？ 老和尚说：“别这么干啊！你这么干下去了，说实在的，你看那银格法师给我们表演了啊，这个这他在关房三天之后出来了，是吧？这样人家才知道他不是饿死的。哎，我们有时候啊。” 那个静来了哈、啊，这个性格啊，就那个静一来啊，什么角度也不考虑了，谁讲也没用了。哎，他不是在自己家里念的、啊，也不是说家里的人都懂佛法了，他是在异国他乡念的啦，啊，而是在在，哎，你念念念念到往生了，啊。 那个当地的政府怎么处理这个事儿？呃，人家到时候来，哎，这个人才四十岁，怎么死了？你们我到时候还法院调查了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人家老和尚都会考虑这些因素啊，别这么干了。结果呢？ 老和尚的的消息指指示回来，他继续干。哎呦，阿弥陀佛你看那执着进来的，连啊，连老和尚劝都没有用了。结果呢，最后呢，当地政府把他请走了。嗯后来啊。 身体都受影响了，哎、欸，一个人不吃不喝好几天了、啊，那本来身体都壮啊，受影响了。老和尚啊，真是应激说法啊，啊，所以老和尚没提倡我们这么用功啊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，老和尚立了一个榜样给我们啊，哪个榜样啊？ 锅炉江，是吧？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。其实这个原则就是：勿使一秒钟空过，勿使一句话空说。但是别伤身。我们客观看看呢？ 每一代人的体力啊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这个有我们自己生活习惯的问题啊，也有外在环境啊，这些众多因素啊。那像承德的体力啊，那跟自己家父比，呃，先父比啊，没法比啊。你看老和尚这种应激都是考虑的很仔细的、啊，用心良苦啊。 所以，咕噜降。哎，但是这句话别听错了，哎，你不要念那个十五分钟，累了休息好，一睡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<laughs> 哦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哈、啊，哦，尤其这个十一点到三点哈、哦，这个前前后后啊，你最起码是好好睡这个。 道法自然，这六个小时要好好睡呀、啊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其他白天练累了，真的是累的，眯一下十分钟啊、哦，你总不能一一倒下去就起不来。<laughs> 哦，哎，慢慢慢慢，哎，这么去做啊？这个。 成就啊、哦，都会很理想的，啊啊！刚刚才说啊，这个时代缺榜样啊，啊，我们效法锅路将啊，啊，我们也站着走，哇，这个给世间人信心就大了，哎，啊，谁发心？ 我们自己啊，我自己要发现了。<laughs> 好哦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个时间有点超过了啊，啊，这个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